要跟你们，但是我也要顶在不管啊，想读我的那边宣言。今天我不谈判，我如果不沟通，我不能把台的金门当作是一个和平的桥梁，该怎么谈判？我就永远没有和平的可能。今天很高兴听到赖副讲，战争是啊没有赢家，那么和平呢，大家都能够共同。好不好？为大家台湾的和平努而努力，好不好？好。